哎，打开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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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二月二十六是什么？嗨，晚上好。今天聊过十分钟的，然后嘴巴还没口红了。我感觉我这个发型很像去拍戏一样的感觉。其实本来呢，今天的发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结果呢，因为我的头发太短了，然后就把它给掉下来了。真的不记节日的，真的我思维非常的就是记节日这方面非常谨慎。然后今天。赶上了，今天播个十分钟的，我估计今晚都睡不了觉了。你们有时候考我，你们的生日是什么？就是这不代表你们不重要。因为我们要出去玩。我会把它记在备忘。然后今天晚上收拾东西。而且像经常聊天的，暂时先不告诉你们我们去哪里玩，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出去拍 vlog。不是团建，是我和灰灰出去玩。可是我这样备注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团建，是因为我们两个报名了最佳拍档嘛，然后到现在那个 vlog 还没有提交，因为我们没有去拍。哎呀，讨厌，提这个干嘛？生气，我有够生气。发现好像也垃圾。然后我们要去。出去玩两天，拍拍 vlog 之类的。生气，我们两个关键是我们两个当时都没有听那个规则，不知道就随便就写了那个名字。然后当时我看到有粉丝把我们两个的线连在一起，我还给他说，我说哇塞，有粉丝连我们的线，他说啊。然后结果一看那个规则居然是从上往下连的，整个人震惊。我是这样的，两个人没有一个人听规则，哎，真的是。噔噔噔噔噔，不过没关系嘛，而且我们两个还报了20号的，返场曲，返场曲还是什么前奏曲还是什么东西来着，忘了。反正我们两个报了。真的，我觉得报的这个时机刚刚好，因为之后就会很忙嘛，估计都没有闲时间，估计从之后就会很忙了。灰原是谁啊？我无语，灰原有什么好磕的？一点都不好磕，无语。他都没有把我的心放在狗都不磕。什么？对呀，遇上一下才有用，不知道嘛？当时就那样写了，真的是。没有，主要是我当时没认真听规则。他说我，他说你一会儿不听规则，你上台你又一脸懵。结果呢，他自己听了有用吗？真的是无语。冷，我刚回来可冷了，因为我里面穿的是裙子嘛。所以我回来我就套上了我的棉大衣，因为我睡觉也穿这个，我去排练也穿这个，我到哪都穿这一身，真的是。我们两个叫什么？我们两个不知道，还不知道叫什么呢？还不知道叫什么。买了今天最早一班的高铁。所以今天我估计我不知道他睡不睡，反正我不睡了。我播个十来分钟的，我就要去收拾东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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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而且那个最佳拍档的灰心丧气是什么鬼啊？能不能起一个好好听的 CP 名？葡萄也哦，用您帮我照顾呀。嗯。噔噔噔，能不能起一个？
好听的四字就是看着 CP 画的名漂啊！亮嘛，然后有一个人评论说，啊，你看看人家那种大热哦，对 CP，对对，哪有一个像这种，就是还没吹起来呢，就已经灰心丧气了的。啊，不播通宵，播个十来分钟，聊个十来分钟的，聊个十分钟的，下播。哒哒哒，我今天觉得好搞笑。我今天我一直说，我说我胖了，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他说你没胖，我说我胖，他说你把你的刘海掀起来，我就把我这两个给掀起来，结果掀起来跟他说算了算了，是真的胖了。谢谢。谢谢淡饭，哎，你不是粗茶淡饭，怎么变成淡饭粗茶了？谢谢淡饭粗茶的草莓蛋糕，晚上好呀。里面那件衣服是罗裙啦，它只是汉元素的罗裙。我今天穿的很犯规，我今天真的穿的犯规，感觉大家都穿的是正儿八经的汉服，或者是改良汉服，就我。就我在那里搞特殊，我穿了个汉元素的罗裙。真的假的？你今天第一次看我公演啊？你为什么不看队伍公演啊？垃圾！你居然看这种，看这种特殊公演，垃圾！那我肯定会拉胯呀！哎呀，你都不能看我正常发挥是什么样子？对呀，啊，我是自己的衣服呀。因为我把我的汉服借给了别人，虽然我自己，我是自己私心想穿这件，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公司是有衣服啊，但是，本来我们有一首那个歌曲是要穿旗袍的嘛，但是他准备的不够，然后公司就只能让我们去自备了。然后自备的话，我就选，当然要选自己美美的衣服啦。公司准备的有些衣服就不是很好看啊。看虎年我的公演，哦，那还是队伍公演喽，还是队伍公演喽，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哪有什么正常发挥？今天才不是正常发挥呢！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杭纪云的爱心气球，耶！啊，为什么要猜到？会猜到我这个点直播？我本来不想播，不是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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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竹蜻蜓的草莓蛋糕。是啊，啊，我觉得《信念箭雨》这首歌很 man，那个拳头，而且我还跳错了，哎，我下台就一整个无语住了，给跳错了。这一对还是子欣前辈送给我的，今天就戴上了，很好看。我巴不得空台不要切切我，因为哎呀，我真的感觉我记不住词，记不住词，记不住词。对呀，啊，守护天使的礼物。对，很多，因为他规定了歌，他不能选，就是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就是不属于古风的歌，他必须要选那种古风的歌。所以基本上都是，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歌呀？我的天呐，我怎么脑子里全是这首歌？这什么歌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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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洛丽塔衣服，我的洛丽塔衣服可多了，之后给你们慢慢展示。之后的叮咚，一场就换一套，一场换一套。之前没换衣服就很亏，以后叮咚，一场换一套。1001，对哦，为
什么一千零一夜就很犯规哦，明明这不是那种古风歌，为什么他们跳一千零一夜？犯规犯规。什么回家？什么被狗狗遛了呀？被狗狗遛，是我 vlog 那一段吗？我跟你们说，我爷爷家养的那个大狼狗完全牵不住它。我第一次就是我之前见的是一只小狼狗，但是那只不是原来的那只。我爷爷说那只狗不凶，所以他去拿那只换了一个更凶的狗，换了两只，加了点钱，然后弄了两只回来。那个狗是真的凶，见人就咬的可得。脑袋哇就超级的乖，然后我爷爷就是基本上没有让那只狗怎么出过笼子嘛，然后基本也是拴在院里啊，没怎么真的是放出去遛狗，就想说遛遛它，结果完全牵不住。而且那个路又是滑的，我就真的一路上都在给那个路上就是在滑着走的感觉。上一次换了一下衣服罢了，之后叮咚看是情况而定嘛。是，他可听话了，他听我爷爷的话，他不听我的话。还有那两只小羊，哇，那两只小羊真的好可爱，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小黑羊。啊，葡萄也是把我的补光灯给我弄倒了，哼。关门了是吗？就是说我们变成一个小型的，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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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微博吗？今天因为我凌晨发过了，所以我只能等到凌晨的时候再发。就是、嘿嘿，明天可以吃羊肉了，不是？那个小羊还真的蛮可爱的。我家是我爷爷一栋房子，然后我爸回去又给自己盖了一个房子，然后两个房子离得很近，然后就是说真的是养啥都能养，之前还养过兔子，结果兔子我现在回去都没有了。我爷爷说本来还养了只小猫咪，结果被那个车库的门给。不小心加了特效的，赵是没开瘦脸，真的是圆不隆咚的。现场的人肯定能看出来我脸圆了。哪有，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就是村里的地方普遍都很大。村里就是真的回去好好拾掇一下，真的能盖出很好看的房子的。我们隔壁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个乡邻村里的一户人家，他们盖了一个大别墅，真的好好看啊，真的就是盖的很梦幻的那种好看。才不是呢，对，就那种洋房真的很好看，感觉现在大家好像都已经开始回归田园生活了，真的。就像我妈也是，我爸妈也是热衷于养什么，在老家养花花草草啊之类的。哎呦，哈哈，我真的是斗地主斗忙了，最近是在斗地主。我过年回去一直在斗地主，而且我妹一直觉得我爸妈很偏心我，哎，我还正在，就是过年压岁钱的时候，他给我塞了1000块钱，他不要让我告诉我妹，然后就是哎，怎么说？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就比如说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就不能在饭桌上玩手机啊之类的。小的时候就被要求这个样子，就不能。然后出去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在那边斗地主，一边斗一边吃。
我妹在那可怜巴巴的，不能看手机，看手机我爸就会凶她，她要在旁边。旁边就这样蹭着看我的手机，可怜爸爸。哎，妈妈在，哎，真的是给塞了我1000块钱，结果呢，我没赶上航班啊，我真的是无语掉，真的是，好心疼我那个机票钱啊，亏了亏了亏麻了，就是说。真的假的？我妹对我很好的，我妹就是我的橘子嘛。我妹一开始就不想，我就诱惑她，我说我可以明天带你出去玩。哎，我妹就会噔噔噔就跑去。太多了，我第一次买机票才是个1200，加个什么油费啊之类的，我忘记是多少钱了。然后我第二次，花了1400，哎，贵到我心疼。因为我是张幼一，是吧？我是张幼一。过年期间就真的很贵了。就差个一是吧？啊，我真的因为买机票这个事情真的搭了好多好多的钱。我之前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机票，真的来来回回往里面搭钱，气死我了。我一直都是飞机提前一个半小时差不多我才开始出发的，结果那次西安，我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我就很有自信，我一定能赶到。结果呢，我忘了值机这回事了，我没有值机。我赶到那边去的时候，人家说值机已经结束了，你没有赶到那个值机就不行。啊，整个人有被气死了。以后再也不想买那个航班，那个航班叫什么来着？我忘记叫什么航班了，不能直机。哎，我还记得我飞机还是几倍？不是春秋，是不是有点想，是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是一个我没有怎么常见的一个，也不是东方，是什么？不是，也不是东方，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名字很少见。什么颜色？矮瓜不是光？看不起矮瓜？九？看不起矮瓜是吗？不是，你这个字确定是九院吗？是什么来着？哦，九元，对，我就说是九元，就很少见。哎呀，就很，不过也没关系，没事了。就是要现场直接，他就是要现场直接。我甚至下载了他们的那个九元航空的 APP， 都不能直机。这样对呀、啊，我就感觉这个九元这个真的很少见，真的很少见这个航班，难受。错过就错过吧。真的吗？吉祥我好像也没有做过。嗯，疫情取消他为什么不能换航班啊？这个可以举报的吧？因为疫情取消是可以换航班的。对吧？九元我也是，我就是觉得很少见，结果呢，生气。唉，我没钱，穷的要命。哎呀，真的是，我回去也是，那些亲戚也是。哎呀，这，你在哪里工作啊？广州？那你每个月一定赚不少钱吧？就是这种，身上并不是，穷的吃土，每天。没有，我那个九元是哦，是晚上，是，还真是晚上。我到广州估计就已经凌晨了，当时凌晨1点了吧，没赶上，然后就买了第二天买的南航还是买的什么来着？买的对。
我一般上飞机都直接睡觉了，我上飞机就睡觉，上飞机就睡觉，真的到最后真的都，就是飞机到了嘛，到了之后，然后就甚至还很困得要命的那种。笑一笑，然后我就笑。对，南航还在广州也确实基本上就南航。你笑的真实一点，不要笑的很假，说你的笑。够了呀，够了，红包钱就是觉得很亏嘛，好不容易多拿了1000块钱，结果呢就很亏。拍的看的，就是很酷的那个拍的。有啊，今天周总也发红包了。鱼香肉丝，鱼香肉丝也不错。我爱吃的这些就是菜里面，我喜欢吃洋芋丝儿、麻婆豆腐。其实鱼香肉丝也还行，但是也不会经常去点。我感觉每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吧，它味道都不一样。广州的味道就广州的偏甜，就是很甜的那种鱼香肉丝。嗯，我们那边我已经忘记我们那边鱼香肉丝什么味道了。我还没看呢，红包我还没拆呢，估计是100。去年的时候，周总就给我们发了100。对，南甜北咸，我当然喜欢辣的。你们是不知道，我回去吃饭真的有被辣到。我们那边就是，魔加辣椒，谢谢 TOSHI 的草莓蛋糕。我们那边就是。一般都会吃那个馒头，真的特别的大，那个馒头，而且特别的实在，就是你能感受到很重很沉的那种，就是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也有松软的馒头啊，我们这就叫它馍吧，馍加那个辣椒酱吃，哇，真的有被辣到。真的是就是在这边吃的越来越清淡了，一回去哇真的好辣。啊，西安的肉夹馍那确实好吃。我说的是我们那边，我说的是甘肃那边。早上起来，我真的，我回家，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享受的是什么待遇？我早上一觉睡醒来，我妈把饭端到我的床前，这种待遇，什么时候能想到？就是那种好久不回家，然后回家的时候才能想到这种待遇。之后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看你看得够够的。哎呀，真的是一开始可是把饭给我端到床前，真的把饭端到床前，我说这个好烫，我妈还给我拿的那个小桌子摆在我的面前，对吧？刚开始那几天真舒坦，后来就不行了。六馍是什么呀？六是吃的意思吗？你的六馍。对，行里纵横是，他就是不能选座位，就是不能值机嘛。上锅热馒头，哎，是这样的。早上起来热点馍，嗯，加点那种各种酱，然后就去吃。对，我妈后几天就可嫌弃我了。对呀，我到现在我妈没给我提过这个事儿，我也没给她说过。我都没敢说，我把那个油，我妈还让我小心点儿，说别给我弄到床，因为我当时我妈那边的床比较软一点嘛，我就喜欢躺他们床上睡，去他们床上那躺着呢，然后给我把饭端来，结果把油给弄到她床上了。我愣是没敢说。我妈已经3天没有打我啦。担心我们不老家是炕，老家是炕，而且老家那个什么，你们是不知道，我爷爷那边就是房子里面会有那个炉子。就是要烧煤啊那些东西，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住在老家的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真的毫不夸张，我在老家不洗脸的。
真的不洗脸的，我感觉我每天就过着猪一样的生活，一天天亮了，起床了，我爷爷奶奶喊我吃饭了，我脸也就不洗了，就吃，然后两天没洗脸，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我该洗一下脸了，两天没洗了，然后洗完之后，我的脸白了好几个度，我的天，太恐怖了。爱惜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在老家就过得很粗糙，啥没有。我甚至还把化妆品拿回去了，因为我不是说我要直播嘛，还想拍 vlog 露脸的那种。结果我感觉我拿的化妆品就是个摆设，我愣是从行李箱取都没有取出来的那种。不好啊，就是房间有烧那个炉子，然后有煤，然后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烟冒出来。我就闻不得那个烟的味道，有时候闻，然后感觉每天都是灰头土脸。我那个米色的裤子嘛，穿的那个米色的裤子，就我拍 vlog 那个，我就出镜了那么一下下的那个裤子，我可能加了滤镜了，你们看不出来，它米色，我穿到最后真的能变灰色，真的很脏，真的是，就是也不是恐怖，就是回到老家就。就真的就会粗糙一点嘛，就不会那么的精致。对，有灰，因为我老是跑到山里去玩嘛，我不是当时要拍视频嘛，我一说，老是跑到那个山里去拍什么视频啊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裤子就没有再换过，然后就弄得很脏。最搞笑的是，我当时就觉得。我回家也没怎么晒太阳啊，就是冬天啊，也没有说是很大太阳那种，然后也就还好吧。然后我怎么能这么黑呢？然后两天了，我说去洗把脸之后脸白了。我真的觉得最搞笑的是这个，真的是。谢谢不辣的草莓蛋糕。哎呀，中了什么？中了什么？冬天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之前的时候还种什么草莓啊什么之类的去摘草，还有向日葵。冬天我不知道，冬天都基本上都是枯枯的。我爷爷那边有炉子，我们那边那边没有，弄的是地暖，但是我还是喜欢跟我爷爷待在一起，因为我爷爷特别就是。就是特别宠我，因为我们家就是小孩子也比较多，有我妹啊，还有我，爸爸的兄弟的孩子叫什么？就小孩比较多嘛。但是我们每次就是家庭聚餐的时候，过年或者是，对啊，我就是大孙女，然后或者是去到外面吃饭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要坐到那个桌子的正中间，那个就是 C 位。然后他们过去坐，我爷爷绝对喊我让我坐旁边，就招手让我过去，我就坐他旁边，就，哎，就真的，因为我爷爷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很喜欢和我爷爷待在一起。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我爸妈说我怎么怎么了，我就往我爷爷家跑，我就告状。我爷爷宠我是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忘了是幼儿园还是一年级，都是听我妈说的，说我早上起不来，我就是上学嘛，早上起不来。然后我只要说，我说我起不来，我不想去，我爷爷就转头抱着我继续睡觉的那种。就是过分溺爱了，就不讲原则的那种了。对，就是太过分了，太过分溺爱了，这样也不行。对，我爷爷奶奶如果是零号位的话，我就是一号位。等等，嫡亲，是的，我真的是我们家里小孩子里最最最最大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是最大，所以就是每次就要怎么样呢，就会老是被起那种带头作用啊之类的，哎呀，然后
哎呀，就是，哎呀，我有的时候吧，就真的回家的时候，尤其是见亲戚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老提我，一提我就开始说之类的啊，要向你这个姐姐学习怎么？我当时就很难受，哎呀哎呀，别，也没有那么优秀啦，真的是。然后就有些那个小妹妹就真的会，姐姐你好厉害呀！哎呀，我就想没有啦，没有啦，别说啦，求求啦，真的是。难受，嗯，带头表演，嗯，也还好吧。哎呀，我一提到这个表演节目，就真的感觉我真的是我在剧场有的时候跳公演都不是那么的紧张。我天呐，我一见到他们，哎，真的是有被紧张到。他们就会叫我仙儿，嗯。心儿，叮咚，在这里，我在广州工作。主要他们就觉得，主要是在他们的眼里嘛，就是没有说小偶像之说，他们就只觉得你去当明星了，你要上电视了，就是在那些亲戚的眼里，你给他们说小偶像啊，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小偶像，他们就觉得。小偶像就是明星啊，就是上电视就是明星，你去当明星嘞，怎么之类的，就会觉得你很了不起啊之类的。但其实就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厉害，就没有，嗯，对 就家里的那些什么，嗯，哎呀，我对这个称呼这块真的记不住啊，就像我。就是上了一些年龄的长辈，就真的不懂偶像这一块儿。谢谢这个姐姐，我就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知道吗？不好好学习就只能进来进团当偶像喽。要好好学习哦。就轮到我去问他们，嗯，今年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这个期末啊，排名多少啊？由我来当那个烦人的姐姐了。但也还好啦。噔噔噔，搜得到啊！哎呀，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搜啊，真的是，谁还真的去电视上去看啊？肯定都用手机去搜的看啊。嗯，我跟你们讲，我回老家，我居然翻到了我爸的那个相册。我觉得我翻到我爸的相册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什么？我居然翻到了他和各种女同学的合照，我真的是，救命啊！这种照片怎么还留到了现在？我本来想拍的，结果他愣是没让我拍。我拍了一张他前面帅气的那个照片，拍完之后，我看到后面还有他和一些各种女生的合照，就那种，当时的那个年代就是。哎，就是那种很朴实的 那种感觉，我就想拍下来，然后我爸不让我拍，愣是给我抢走了。我妈妈看了呀，我还看到了我妈妈也是上学的时候的照片。哎呀，我妈当时好瘦小啊，真的，我发现岁月真的是把杀猪刀。我妈以前好瘦好瘦，真的特别的瘦。现在 现在发福了，就是说，嗯，噔噔，对，你不是给我讲了吗？你给我讲了，你说你遇到了郑世奇，我知道他不是搞什么女团，地偶是吧？我记得他好像搞什么地偶去了吧。这个造型嘛，嗯，就是说有了刘海之后，就会做的造型就会多了很多可以选的。嗯，S3 的，嗯，也是在做偶像。哦，是叫这个名，你们怎么知道的？你们好懂啊！今天好看吗？那就是说我之前不好看了，垃圾。很之前也好看，我今天可是有自拍，对，糖糖也确实很可爱。我想的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
噔噔。什么时候跟我说过的？你今天都不在好吗？跟我说什么？哎，我真的，其实我每次特殊公演，我就觉得自己很渺小。特殊公演的就是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然后，就会多了一点不开心。今天会一直问我开心点吗？你为什么不开心？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因为特殊公演的时候大家都在吧，然后就是就是觉得自己好渺小。马上去发一个什么呢？小红书说什么？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说，哎，为什么台下看我的粉丝就不能多一点呢？吸粉真的是个玄学。多注意，真的吗？好看，哎，好看有什么用啊？好看实力也要跟得上啊！今天跳那么烂，我自己都不想去看回放，不想吐槽我自己，回避这个话题。今天跳舞跳得太烂了，跳得烂。你还和他合影了？今天有点不开心，真的，今天真的有点不开心的。我也不知道中泰能容纳多少观众，应该不知道。不是的，我今天吃老多了，你们是不知道。我今天公演前我还出去，我们俩还去吃了牛杂。连公演我都不怎么吃饭的，我都会饿着。真的吗？我笑，真的假的？真的吗？天哪，我干什么了？我笑那么开心。哎呀，也不能说是不开心，我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每次到了这种特殊公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台上被其他人的光芒给淹没了。我觉得如果说在队伍公演里的话，我觉得至少还能看到自己微弱的光芒，但是一到这种群星璀璨的时刻，我就感觉找不到自己的光芒，就是被很多很多的，就是有更加优秀的别人嘛，然后对嘛，就是会觉得对对对，要点下播再点。哎呀，真的是我这落群。其实我今天我拿了汉服借给别人了，那我变成御姐了，我现在是，但也是我自己的小资源，哼，我就是想穿这件。今晚不吃了，我觉得天哪，我一想到我出去旅游，我居然早上5点就要爬起来去看日出，我就觉得好痛苦。哪有旅游是这个样子的？我平时在这里我在睡大觉，哎，结果呢，我好不容易出去旅个游，我居然早上5点爬起来去看日出。我一想到这个，真的，天哪！是我在我床上躺着不香吗？我出去旅个游，我感觉就跟减肥一样。对，我上今天确实，哎，我搞特殊，今晚就走，今天凌晨就走。我就说了嘛，我本来想着今天就播一会儿，我就下播就是收拾东西。真的，5点看，我就真的我就不用睡了。想想我跟一个木头去看日出，爱惜。其实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去拍 vlog， 主要的目的是拍 vlog， 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时间去了。本来我们想着借着那次年会，这次年会，结果年会又推迟了，所以就只能说是抽着2天空赶紧出去拍一拍。我本来想着出去旅游的话，想找一个暖和的地方，然后就是穿点夏天的小裙子啊，这样就很好看啊，这样拍出来也很好看。结果选了一个和这里天气差不多的地方啊，好冷啊！我就在想，不会吧，我不会连夜
去到那边之后睡了一天，说着去旅游，结果去到那边就是换了个地方睡了一天，然后回来了。不告诉你们，等我们去了再告诉你们。嗯，哈，我笑得可开心了，我真的是，我无语，我哪里笑得可开心了，我整个人都是，无语，哎，气死我了，垃圾。嗯，拆头发，头发其实好拆的。反正就是我有时候就是玩头发算好拆的。哎，我卸妆有的时候都是那种很懒得卸的那种。如果就是勤奋的话，就会什么卸妆油啊、卸妆水啊，走一套，护个肤啊。我懒的时候就卸妆巾，脸上一抹就好了，然后就会长痘痘，必长痘痘。我这样卸妆。噔噔噔噔，是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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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啊，才不是女明星，是小偶像。小偶像到女明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吧。而且我感觉我做小偶像也还没有就是那种能 solo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感觉我每次就是选曲的话，无论是声带还是什么，我都不太敢 solo， 因为感觉我好像撑不起来场子。我 B 五零的时候就是，我 B 五零的时候跳狐狸，然后当时曾老师和老林就我们队的舞蹈老师就在旁边。五人起，他们谁都不看，他们俩就盯着个我看，就在旁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我跳完之后就跟我说，天哪，我们俩老担心你撑不起来了，老担心你撑不住。然后他们就觉得哎，还行还可以。他做功，他真的是，他又拖他又干嘛的，真的是。就那种上一秒我们说着我们去干嘛干嘛，下一秒他就去做别的事情了。行动力一点都不满分的感觉。还好我们这次及时的报了返场曲。嗯，就我明天孤单的去打疫苗是吧，就是明天我哦对，说了打疫苗，我还没打疫苗，第三针疫苗我还没打呢。你们明天都有安排，有时间练啊，我们出去玩两天嘛，拍个东西嘛，两天绝对够了。出去玩两天之后，嗯，星期三、星期四回来排练，星期五我们拍我们的 unit， 拍我们的翻唱曲。不，第三针着急，姐姐说我们一定要打。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急，抽空去打吧。噔噔噔噔，广州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今天姐姐说了，明天一定要打疫苗，结果明天我们俩去玩，只能自己去打。嗯，可能就得打了。对呀，我也收到那个短信提醒了。所以就是想着，本来想着过年回去，打的，结果愣是没有，哎，愣是在山里跑了一周的时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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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真的哈，打疫苗还会送东西啊，真好，打疫苗还送福利。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好像之前打一二针的时候好像有的地方也会送福利来着，真好。送再来一次，哎西，说着哎，要不我下播，感觉我今天说我播个十几分钟，结果聊了半个小时，有了半个小时吧，有绝对有聊了半个小时呢。真的，哎呀，
我真的是话匣子一旦打开，我就源源不断，我就可以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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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讲讲讲讲。我真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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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想我了，哎呦，有多想我，也没见有多想我，还跑去和人家合影呢，有多想我？哎，我只不过是一个，替补快餐罢了。哦，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有握手哎，十几号的时候，好像是19、20，忘记了。我记得有握手，还有，哎，是握手还是拆板还是合影来着？忘记了，反正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哎呀，我这次肯定在啊！我这次能跑到哪里去？我这次肯定在。等等等，我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参加这种握手了，肯定在的。那好吧。噔噔噔噔 ，deal， 广州有 deal 吗？广州 deal 感觉很少的样子，感觉福州，福州应该挺多的，因为福州有那个 AKB 的餐厅。我没有，真的有握手，我只不过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时间，我把时间给忘了，但肯定是有握手的。哼。不要不相信我，好吧，真的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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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上次我也是听粉丝讲的，好吧，我也是听说的，好吧，真的是，我都没说你们欺骗我，无语。我也是听你们讲的，你们是你们告诉我说进去回来可能还会有补的那个对账。哼，垃圾，还怪到我头上。这次当然不是听说啦，这次是有这个安排的，肯定有的。这次这个消息来源很可靠的，要信我，很靠谱，就是说绝对保真，好吧。好，我要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什么时候定了？但是我忘了，感觉我跟没说一样。噔噔噔，拜拜，拜拜。哎，不要走，我好像也可以再播一会儿，但是我又没话讲了。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谢谢兔屎的巧克力，谢谢竹蜻蜓的竖琴。下周地我不去玩了吧？下周，哎呀，下周就要忙最佳拍档了。最佳拍档一个节目8分钟，天呐，跳死了！8分钟在台上跳8分钟。我真的，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好震惊啊！什么？跳8分钟？我的天！对啊，但是是包含 PV 在里面的，你也可以放 PV， 你也可以纯表演节目都行，就是自己掌握。哎，我真的，我脖子很痒哎，我脖子感觉见不得任何东西碰，所以这个领子今天我就脖子一直很痒。晚安，晚安，晚安。对，就是要把节目想好。我发现他选的歌都是高难度的，哎，我的妈呀，我感觉我都跳不来那种歌。我给你们讲一个超级好玩的。我本来今天在看那种各个 CP 曲的舞台嘛，我看到了赵老师的一首歌，我真的，我感觉我头都要笑掉了。救命呀！笑死我了。对，
今天我们两个不是在外面跳那个啊，是吧？我们俩在外面跳，我们俩在外面吃牛杂堡嘛，然后就是很多人，然后我拿着手机在那边笑的完全停不下来，我在那边一边笑，我一边拍桌子，真的是笑死我了！对对对对对，是 spy。天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哦。嗯，我觉得跳的蛮不错的。哎呀，我觉得真的可以治愈治愈一切不开心，真的太搞笑了。真的是周围的人都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但是我根本停不下来。主要之前不知道，是我今天才发现的一个宝藏视频。哎，笑死我了，笑死我了，头要笑掉了。不能笑太用力，一笑太用力，我的大门牙就完全露出来了。刚点着呢，我看那个弹幕真的是要被笑死了。我觉得纯看那个吧还好，我就觉得挺搞笑的，我加上那个弹幕我就真的觉得好搞笑啊。不是，是我在看那种各种 CP 曲的舞台，然后我就突然就看到了这么，天哪，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张老师跳得很不错，前辈跳得确实很不错。我看到有一个弹幕说一脸正气，很不错，真的。啊，我们还没有定要跳什么呢。我们还在选曲阶段，不知道跳什么。是我前辈啊？怎么不是我前辈啊？是我前辈，他是原 S3 的，他是我前辈。真的，完全停不下来，我的天哪，真的冷。我不知道他是几期，我只知道他是S3 的前辈。我不知道他几年的。我不知道他是几年的。我闻到了猫屎味，葡萄拉屎了。哪有，我还没决定要跳什么呢。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冷门的，就是好久不跳的 CP 曲。葡萄拉的是真臭，猫拉屎都这么臭的吗？好臭啊。哇哦，情人节快乐。他是三期，我是四期，那他就是我前辈。他正在那里，我听见他在那里在刨那个沙子呢。不到可爱是可爱，可爱是真的可爱。脚步有点碎，不是什么呀，不要告诉我是就差一点点。我对这首歌，我自从重庆，好像是重庆还是成都，重庆巡演跳就差一点点之后，这首歌就被我拉入黑名单了。我以后再也不想出了，我以后再也不想跳这首歌了。因为这首歌简直是我的噩梦。叫什么呀？主要是我感觉我的舞台表现力不是很强，所以就选那种太难的，真的就跳的估计就不是很好。对不起，我脚残。人鱼，人鱼也还好吧，我对人鱼这首歌也还行，不是。哎，我选曲，我对 CP 曲我真的不会选，我不会选 CP 曲。你要是让我自己整点我自己要跳的，那我就觉得就是稍微简单一点，我跳点自己想跳的。哎，咱就是说老港暖了，我的港暖歌单调出来选几首歌。但是 CP 曲的话就是有点不太会选歌，不知道应该选什么风格的。哎呀，但是
但是你不跳 CP 曲，跳那种两个人的，哎，也不是不行，就是会单调一点。嗯，对，还要看他的意见。嗯，他选的什么歌？我的妈，一个比一个难！我的天哪，一个比一个难，真的一个比一个难。我看了之后直摇头，硬生生看出了那个地铁表情包。普通歌调成 CP 曲，那就要想剧情啊，编动作啊之类的，也会很难。不是我的，不是很懂这个，只在于什么 Nine to Nine 呀、SPY 呀、这些里面，但是他的歌单就很更新的就很快，说了一堆我听都没听过名字的。谢谢 Kimi 的应援棒。哎呀，我真的对于这个，就真的还只是认知在这些很久之前的这些歌里，新的我就真的完全不知道了。氯化钠这个我知道，那氯化钠、我在公演后都还没听够吧，真的是。狼与自尊吗？还是什么？狼与自尊。嗯，下一站是你，我跳过。我之前和姜宇航跳过。下一站是你。哎呀，跳甜的有点为难人家。灰灰选的歌基本上都是那种很有韩范儿的那种舞蹈，真的都是那种韩范儿的。对吧？爱恨的泪是什么呀？有可能有的歌我名字和曲子对不上，我就是我得听一听他是怎么唱的，我可能我就知道了。单说名字的话，我就不认识。这啥歌呀？这是我就是黑人问号，这啥呀？这是做成清汤的歌吗？嗯，也黑猫 party 吗？有这样一类歌，我记得也不是。真的假的？他跳 Love Me Love Me， 救命呀！我真的，哎呀，灰灰真的是，上一次助演小马的时候，他穿了一身黑，然后上去，然后跳完之后，因为我们会在后台看那个大屏幕嘛，然后他跳完下来，他问我怎么样，我的眼神够什么？我忘了他的原词是什么，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眼神够凌厉嘛，差不多类似的词儿吧。然后我说不啊，你真的一点都不凌厉，并且觉得你很奶里奶气的。他说啊，我已经尽量冷漠脸了，我连表情都不做了。我说对呀、你不做表情就很奶里奶气啊，哪里凌厉啊，真的是无语掉。他今天穿什么我忘了呀，不知道他今天穿什么。不知道他今天穿什么。哎呀，再说嘛，选曲嘛，慢慢听就是咯，慢慢听慢慢选，这个也还好，先把 vlog 拍出来再说。现在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 vlog 先赶紧拍出来，真的已经快截止了，20号就要截止了。今天多少号呀？今天都已经10几号了。张小凡他我剪啊，他把这个剪视频的重任居然落在了我的头上，真的是。已经14号，对呀、拍视频拍2天，剪视频也需要时间的呀。谢谢火锅加料的巧克力。噔噔噔噔。其实你们不知道，我们为了这次出去玩真的是大动干戈。因为我们本来对于明天的安排是，我们早上起了床之后收拾一下，去完剧本杀，玩完之后他说他要请他的助演要去吃饭，到现在了。然后晚上我们和陈佳莹约了去看电影，
我们本来安排是这样的，而且都跟人家说好了，结果临时起意说要不出去拍 vlog 吧，然后就又把这些人就又给拖掉了。而且和陈佳莹看电影是之前在上海就已经定好的，然后一直拖，真的一直拖到现在，然后今天又不好意思给又给割掉了。我的 vlog 嘛，哎，不是，我觉得 vlog 其实，哎，怎么讲呢？我觉得挺无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因为我一直不拍我嘛，不拍我自己，我觉得 vlog 应该要拍点自己生活上的东西，但是呢，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单调，真的就觉得有点单调。呵呵妹是谁啊？陈佳莹嘛，陈佳莹叫呵呵妹啊，我不知道，因为。因为是之前就约好的，结果一直拖到现在。晚上好。哎，我真的，对啊，陈佳莹不是小家伙吗？怎么变成呵呵妹了？呵呵妹是你起的名吧？啊，给人家起这么土的名字，真的？呵呵姐又是谁呀、啊？哪里来的呵呵姐？对，叙事要流畅。是的。我觉得还是要多去看看别人剪的东西。多学习学习。真的，真的是大前辈，我的妈呀！我不知道哎。好吧，好吧。你们这么多人在团里，我感觉就是来来往往更新换代，这么多人，你们是怎么做到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还能记住他们的昵称的？我真的觉得，对呀，十年了，你们好厉害，能记住二期生的名字，到现在八年前了耶，八年前的人的名字还能记住，我就觉得很厉害。我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身边熟悉的人，我甚至还会偶尔突然就把名字给忘掉。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对吧？真的，但凡我要是有你们这种天赋，我记歌词一定记得很流畅。不会叫什么张舒雨啊，我当然记得啊，这个肯定记得。弹幕里啥都有。噔噔噔噔，哎，好了，不聊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张佑宁，为什么会搞错啊？也还好吧。哎，不过我有的时候真的会突然忘掉一个人名字，我就要么就直接过去戳戳他。要么就哎，直接这样喊，哎，下播不聊了。哎呀，这次是真的还有个灰灰呀、啊，他的昵称也会撞，但是二星绝对不会撞，对不对？没有人再叫二星了吧？没有人了，四八只有一个二星，只要记住这个就好了。噔噔噔噔，是的，拜拜。天哪，我一想到出去旅游居然早上5点起床，天哪，太恐怖了。这真的叫旅游吗？这真的是叫旅游吗？我的天。这感觉真的，我觉得会瘦。公演前我不怎么吃甜食，我今天还买了两个超大的蛋挞，我的天，那个蛋挞我的天哪。真的，他上次也这么讲。绿牌，哎呀，葡萄来了。要下，真的要下。对，绿牌，哎呀，他就是个真的是个老年人。
我怀疑葡萄屁股上肯定有屎。他来了之后带了一股味儿。好了，下播了。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好吧？他屁股上经常沾屎。哎，我还在想为什么呢？我回家这段时间，我让爱家前辈帮。口屎味儿，就是我说葡萄屁股后面干干净净。我以前老埋怨，我说为什么葡萄长这么可爱，然后爱家就照顾的特别好，回来的时候屁股干干净净，毛也很顺，特别顺。突然就有点怀疑自己，真的是吗？这种艰巨的任务，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就不敢想。那因为两周时间，然后照顾的特别仔细，我肯定就是要请他吃顿饭。想想，交流可能之后就因为葡萄嘛，然后他就会跟我说葡萄真的好可爱，很粘人之类的，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之类的，然后就会有点交流。然后今天在后台说他看到我之后说这个好看巴拉巴拉，就会说一两句话嘛，就然后我就真的难以想象到我吃饭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该说些什么。哎呀我的天哪。我就是和我有养猫吧，他应该有养猫吧，我就感觉他养猫很有经验的样子。哎呀，但是的任务对我哎呀尬死我了，救命啊，我真的尬了，我脚趾抠地，但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他还照顾那样的话，那我岂不是不要一个陌生的环境，大家都很陌生，我就觉得我还能好一点点。去人家房间里，哎呀救命啊，就是我就是不会找那个话题嘛。再说吧。先带个礼物。对，先送个礼物准没有错吧，对吧？哎呀我的天哪，救命呀，我真的是与人交流。谢谢小伞的草莓蛋糕。真的要下播了。我的话匣子已经打开了，我现在最起码在 Z 队的很多大家面前不会那么的拘束了。我之前不熟的时候，和大家不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拘束感，我现在就是张，这是谁呀？ ZSQ 是谁呀？周
正啊。哦，啊，他怎么知道的？面前已经很。我突然想到，我第一次上台也是这个样子，紧张到我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就真的特别的傻，哎呀，傻死了！谢谢血色彼岸的草莓蛋糕。不知道干嘛，我就背手。爱惜，等等，我最近跟抖音跟得很勤快呀，你们好像都没有人说夸我，真的是，我这一周抖音甚至。那我们 KPI 就是一周更2条抖音，结果这周更了3条，然后看了一下房间，哎，好失望，都没有人夸我，真的是，哪有夸了，真的是，你们都不带说的，都不带提的，好吧？抖音是超时完成，我一口气拍了好多抖音。结果发微博了，分开发，微博发，抖音也发。我觉得我待会儿我下播之后，我还可以再拍点抖音。我收藏了很多视频，那我再拍一点，咔嚓咔嚓咔嚓。然后我就想学一学，真的觉得。是卤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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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不行。哎，下了，都41，我想要1点，我想一下，1点的话，4点出发，反正收拾3个小时，其实也收拾收拾也不用3个小时，只要收拾10几分钟就搞定了。哎，我真的会很会嘚瑟哎，就是我去那种经典场，我能一口气赢个7、8万，还能上个10万，然后我就想去那种高级场去玩，真的是一把输没，一把输没，然后又只能返回去了。我的 UNO 没怎么玩了，因为我觉得也还好吧，UNO。明天早上误不了车，我去。哎呀，我今晚肯定睡不着。哎，也不一定，凡事不能这么绝对，真的。啊，不能毒奶，不能毒奶。结果3点半了，我睡着了，太恐怖了。游戏吧，也确实好久没直播，不过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小。我给你们有僵尸，哦，但是回来之后就没怎么看过了。我真的是我看一部剧啊，我就要一口气把它看完。我要是中间一旦断了，我就提不起劲儿再去看它了。
我很喜欢。这种就是，这种怪物片就觉得还好，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纯丧尸片，真的。活死人军团我好像看过，哎，活死人军团好像是新出，不是活死人军，活死人军团我没看，我记得我之前搜没搜到。不是僵尸，是丧尸。它虽然叫，僵尸校园，但是它是丧尸剧。我也下播了，哎，我赢过他了。我们两个还有个赌注来着，就是我们打算明天早上称个体重，然后2天之后，今天开始就要减肥了。我一定要赢，就是说，一定要赢。对，要意思意思下，要不然就玩大的。真的耶，好不容易接下来了，我请客吃了个饭，又请吃回去了。是哦，所以我今晚吃了很多甜品，吃了超级大的蛋挞。是呢。我之前看广州有一家海鲜自助，哇，那个好贵，一个人400多。我之前就想去吃那个来着。哎呀，如果他这次一点都没有减下去，而且还反而变胖的话，我就讹他去吃这个。哎呀，我就讹他去。什么时候在起跑点？他应该没。啊，真的，特别老年人生活。我就很重，然后等到2天之后，我就要变得很轻。对，海鲜自助。然后偷偷在身上再加点东西 我觉得他肯定会怀疑我，我肯定是胖了，我过年绝对胖了。我之前是80几斤，我觉得我现在肯定有90多了。万一我东西加重了，一不小心账上称100了怎么办？人家会怀疑的。你这个小身板，你100是从哪里来的？他会怀疑吧？胖，真的很胖，真的真的很胖。哎呀，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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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胖。其实过年大家都胖了，哎，大家说都是这么说，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大家胖了。他妈老说自己胖，我是真的胖了，反正 我是真的胖，90上斤算胖的，但是80多的话上斤也还好还好。是，哎，从他那里学来的吧？你油不拉几，油不拉几。是你们没？仔细观察才能看得出来，像你们这种马马虎虎看一眼的，当然观察不出来了。你们心都没有。靠嘴观察，我的秤没有电池，主要是，所以我就一直没上秤。灯光也有问题，就是说，哎，其实真的，你们看这肉，我脸上随便一捏就是肉，真的。什么百电十八？电池是没电了，好吧，真的是电池没电了。啊！我不要弄开，弄开脸就大了，不行！真的，你们这样随便瞄一下，你们看这个脸，真的胖了。刚我稍微撩开一点点，就肉眼可见的胖，尤其是这。
不行。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哦，你这就是说我真的胖了，你这是说我没这两毛就是脸圆了，垃圾。哎呀，一两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真的是下播了。怎么啦？是个人都有双下巴，好吧？我现在也有，哎，只不过直播不显，直播有那个磨皮功能，把这些全磨掉了，实际上肉眼是能看出来的。啊，谁卤蛋？你才是大卤蛋！我看他们最近很流行说一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啊，他们抖音老说那个绕口令，什么，什么来着？哎呀，脑子是真不好，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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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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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班干部不是班干部管班干部，是一个很绕的。表哥抱表弟，对，表哥抱表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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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真的是。刀倒掉，这个全部是什么呀？刀掉在刀，把刀倒。刀把掉什么什么什么？哎，忘记了 忘记了。就是说下播了，家人们，拜拜，晚安哟。哎，第七次就是真的要下播了。什么有的作息？不是的，是你们老觉得我直播的时间太阴间了，但你们晚上也不睡啊。我看那些抖音评论啊什么的，凌晨两三点都在那里。点赞加评论之类的，还觉得我直播的时间。垃不垃圾？垃圾。下播，拜拜。最后就是说来一个美美的。